我们准备一根奇轮的线香，奇轮香粉，自身生日水香，力量水香 ，Hanuman Devi Vita。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三天奇轮的净化。我们喷生日的水香在心轮，我们喷 Hanuman 在左肩，我们喷 Devi 在头顶。我们喷 Vita 在右肩，我们点一根奇轮的线香，我们准备一个空碗，我们把粉加在碗里，加少量的水，把香粉搓成球状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把水加在粉里，一边的搓，把香粉搓成像球状一般，我们一边搓着香粉，一边观想负能量从我们的手中转移到香球里，一边搓着香粉成为香球，我们一边观想负能量化为黑色的烟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念奇轮的音波 ，rum rum， 我们的奇轮放出光亮的黄色的火焰，把我们的护思想
懒惰、恐惧、贫穷思想的负能量给排出来。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脐轮放出光亮的火，黄色的火焰，以此火焰把我们的负能量、负思想、懒惰、恐惧、贫穷的思想的负能量化为黑色的烟，通过双手传到香球里。我们可念让字 ，Ram， 我们观想脐轮放出黄色的火焰，把我们的负思想、惰性、恐惧、贫穷思想的负能量给排出来，通过双手化为黑烟，传到香球里。我们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化为黑烟，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继续观想我们的脐轮充满黄色的光明，以此黄色的光明转化为黄色的火焰，熊熊的火焰燃烧了全身，燃烧的我们的细胞，把我们的负能量跟脐轮的病状，脐轮的病状例如肠胃不好、脾胃不好、消化系统不好，这些负能量化为黑烟，通过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
Ram。我们感觉到火星给我们力量，增强奇轮的行动力、勇气、富贵的思想。我们深深地体会到、感受到天上的火星给我们的脐轮巨大的力量，增强我们的脐轮的行动力、勇气、富贵的思想。我们感觉到火星给我们脐轮的力量，脐轮放出巨大黄色的光明，以此黄色的光明化为巨大的黄色的火焰，以此火焰燃烧我们的细胞的负能量，以此负能量化为黑色的烟，通过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渐渐的有正能量的思想，增强脐轮的行动力、勇气、富贵的思想。我们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通过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化为黑烟，
从双手转移到香丘里。我们再度观想天上的火星赐予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的脐轮无穷的力量，放出巨大的黄光，以此的黄光化为黄色的火焰，燃烧身上的负能量以及病状，把这些负能量化为黑色的烟，通过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的脐轮放出光亮的火焰，把我们的贫穷的思想、懒惰、没激情的负能量化为黑色的烟，通过我们的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观想我们的脐轮放出大黄光明，以此的光明化为黄色的火焰，熊熊的火焰把我们的负能量烧掉，我们的贫穷的思想、懒惰、没激情的负能量以及病状，从我们的双手转移掉香球里。
我们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从我们的双手转移到香球里，我们继续观想熊熊火焰燃起，我们的脐轮的能量把所有的负能量给烧掉，我们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通过双手化为黑色的烟，转移到香球里。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化为黑烟，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，把脐轮的病液、病状以及脐轮的负能量、懒惰的负能量、贫穷思想的负能量、没有激情的负能量，化为黑烟，通过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
我们的脐轮是我们财富的泉源，执行力的启发点。我们把脐轮的负能量转移到香球里，我们渐渐地感受到我们的财富的磁场充满着全身，我们执行力的力量充满着全身，全身的细胞化为黄色的光明，弥漫全身，以此黄色的光明弥漫全身里里外外，我们的全身被黄色的光明给笼罩着，充满着财富的泉源，执行力的力量，非常的欢喜。我们深深地体会到，我们的脐轮放大巨大的黄光，给我们力量，充满着全身，给我们财富的光明，执行力的力量。我们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化为黑色的烟，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找回了自信。无惧的力量，幸福满满，欢喜非凡。我们继续一边搓着香球，一边观想负能量从双手转移到香球里。我们现在感觉到全身充满了正能量，身心愉悦平静。我们也体会到所有的细胞，全身的细胞，感觉到全身充满了正能量，身心愉悦平静。我们脐轮的正能量燃起我们的生命力，我们现在感觉到生命力非常的强，喜悦非常的充满，幸福充满了全身。
我们已完成了脐轮的疗愈，我们可把香球放在袋子里，丢进垃圾桶，记得不能让第二个人碰到。恭喜，我们已完成了脐轮的疗愈。